还有尼桑 X3 哦，轻油电全新上市，哇，哎、欸，这什么颜色？灰色，水泥，有点浅水泥，白色偏蓝色的感觉。对，欸、不错，一开场就有腿呢哈、哦，哇，哎、欸，懂拍呢哈、哦，不错不错，进步了进步了，来看一下，哦，我最讨厌这种的，到底它哪一个是头灯？我问你，下面的。下面的是头灯嘛，我觉得很奇怪，就是可能我看标准的制车的方法看太久了，像那种 Duke 的那一种，我看了就很豆懂啊，就下面的灯比上面的灯还大，好像奶吹到狗宅那种感觉，你懂我意思吗？看起来很不和谐，不知道哎、欸，是我问题啊，我不够新颖还是怎样？彩虹星影，新东宝的星影，我是看不太习惯啊，很奇怪啊，他把上面这个尖尖的用头灯也说得过去啊，也很漂亮，很锐利啊，就下面用一个。画不啊，这 V Motion 哦，感、啊、觉漂亮就好。那个 V Motion 我就觉得不是一个特别好看的东西，就是它那个镀铬做一个像 U 这样，它说是 V， 可是我看像 U 嘛。S S U Y 你知哦 ？S S U U Y 你不知？哎，国小的知影的物件。Susi。哦 ，S S U U Y。S S U U Y 你知哦？懂了没 ？OK。不是它那个水箱护罩，就是比起其他厂牌，就是没那么好看。你包括三菱的那个溢油的那种大嘴巴那种梯形的，或者是马丁头福特马丁头的气坝，或者是马自达的水箱护罩，或者是 BMW 的水箱护罩，其他车水箱护罩我都觉得比这个一个 U 的镀铬好看。这见仁见智，我自己的感觉啦。对，我觉得那个看起来就是不够霸气，然后看不懂，然后又要一直用。对，然后就一直家族余晖就一直用这样。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要改一下，我自己觉得啦，好不好？我自己。主观主观主观，哎、欸、啊，这一洗节能盖吗？但是双色切削，双色切削啊，那还不错哦。啊，这屁股看起来窄窄的啊，尾灯安全牌，这尾灯感觉有一点像那个 Kicks 放大版，我觉得跟上一代蛮像，然后就切掉上半段，对，就有点像，有一点点的精神的延续。我现在看它轮框有点树枝状，双色切削还 OK 啦，不要再做节能盖了。哦，他说怎样？防刮材质粘在门上，你见识浅薄，很多车粘在门上，好不好？哦，充电口，对，他这个很像充电口。我记得酷感也是这样啊，酷感倒过来，啊，那个就世界未解之谜嘛，就是你要插 USB 没有办法一次插下去，你可能要来回转个两三次，你才插到正确的位置，这是都市传说嘛，就是可能要用个两三次，可能 USB 才插得进去。尾门的把手啊，这个就是安全牌啊，行李箱公升647 ，E Power 版575，哦 ，E Power 版因为有电池，所以后面应该会比较高，哎、欸，蛮平整。真的啊，你现在拍这个是什么版？是一般版，一般版哦，647的。它、啊、后面有门杆，还是让它故意拿掉，轿车就有了。它这次是可以加100,000变客车。哦，一般的话，好聪明哦，不是选横杆减100,000哦，是不要横杆要加100,000，很聪明。他原本已经赚300,000了哦，现在你不要横杆再多100,000，变赚40,000啊，类似这种感觉。安全牌，安全牌。可是我觉得这个内装像从后面看过去啊，没有什么进化感。对，差点讲脏话，不要不要不要，先不要。我们现在要进步嘛，不要针对嘛，对不对？小时候讲到尼桑要怎样怎样，真的有点安全牌，就是后面我这样看过去，跟旧款 S3 的那个风味味道很像，气氛也很像，普通。对，啊，其实跟 Zinger 气氛也蛮像。我认真讲，好，可以透过424，哎，424哦，哎、欸，那还不错呢哈，中间这个可以独立放下来的意思，对不对？引擎是啊，对。引擎是改款的大重点，改成怎么样？1500cc 涡轮增压是不是？哦，三缸呢？哈、哦，三缸呢？哈、哦，204匹，哎、欸，这斗成一好吧？不要说再说人家万年引擎了，真的是有改的。可是我觉得它这个三缸怎么不放在 Kicks 上面呢、啊？哈、哦，放在 Sentra 上面，我觉得就更棒，更省油，马力更大。感觉以后改款可能会了。哦，现在挤牙膏了，挤到都出血了，还在挤。哦，扭力有到30，哎、欸，这个不错呢。好、哦，是可变压缩。他、啊、有没有跟你讲是那个上面熔钢技术啊？这一点在吹，每一次每一款都要吹什么熔钢？呜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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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要被我猜到哦，被我猜到就烂炸了。哎、欸，他其实不太讲他的引擎啊。E-POWER 是全电，对啊 ，E-POWER 是全电，可是它不是充电，它是加汽油然后发电，加汽油发电，对，就是它的引擎没有作动到动力上。哦，我懂意思，我懂发电机的意思。哦，是哦，它现在发电机哦，哦12V 哦，轻油电12V 哦，1.5T 是有12V 轻油电的，难怪平均油耗到16。哎，没有，这次没有吹它的那个呢，没有，它这次在讲，对对对，吹其他的。所以它的 E-POWER 调整连杆角度，自动转换压缩比8:1到14:1，可以同时展现动力性能跟省油，蛮省的。这16公里是这个没有 E-POWER 的，就16公里，蛮省油的。
不断变速系统还是 CCD 的啊，两个两个都买 CCD 的。过来啊，过来啊，过来啊！前麦花臣后多人感，哎呦，进步了呢。啊，本来后面我记得应该是你的力量。他说这次有用一些铝合金的材质。哦，有，就是这个框框吧，我看起来应该是这个框框是铝合金，不错不错，有进步有进步有进步。哦，这样、啊、这个 CCD 的铝合金 啊，不是那个框框也是铁的啊，黑色这个就是铁的啊，只有旁边这里是铝合金的，三脚架那个是铝合金而已啊。进步了，进步了，有进步有进步。好，把框框看多久啊？这铁的黑的就铁的没。你看得出来吧？很明显吧？哦，连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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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连杆也是铁的。哦，羊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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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铝合金羊角铝合金羊角。好，下面一位，怎样？车体部分改为铝合金材质，让车重在加入轻油电系统后不至于增加太多。哎，对，会变轻，20%到30%的重量会减轻。双层隔音玻璃呢？导入双层隔音玻璃，两个玻璃中融入双层隔音，双层玻璃的一镜可以营造出一镜的车室空间。一镜很喜欢洗澡那个，一天要洗澡很多次那个，有没有啊？那个你们叫镜箱对不对？我们小时候翻译叫一镜，好像有，对，西带式一镜。翻译举落那个图、啊，怎样？双层玻璃，那个女士脚有点痒哦。卡西花颈窝，主被动安全，哎，还是6G而已哦。Pro 派哦，每一间都不一样名字，我有混起哇。哈 ，Honda Sensing， 阿哥，哎哎，换你。Toyota Safety Sense， 啊，迄、那个速霸路是叫啥？爱赛。哎，刚刚想抢我答案，换你了啦。福特 Co-Pilot。Co-Pilot 啊，对哦，安妮上 Pro-Pilot， 我现在有一个答案，还有吗？啊，吹得出来，再吹啊，没了吧？没有。好啦，超越 Level 2是什么意思？比 Level 2高就对了。Level 2 Plus。哦 ，Level 2 Plus 啊，多了什么？敢说是 Plus？ 不知道。好，12.3寸的数位影音主机，除了初阶的经典款都是标准配备哦。不错，哎，我看到液晶仪表，哎，现传电子排档哦，是哦，这个是小肉丸。小肉丸不错啦，不错啦，不错啦，有感觉。哎、欸，前面充电盘是不是？对 ，Auto Hold 驾驶模式还是有，都有了哈。D Mode 就是驾驶模式切换嘛。这什么蝴蝶式？这个背函嘛？它上面写蝴蝶式啊。哦，人家讲、哦，啊，人家有读书啦，可以读书背函嘛。但函嘛那怕亏有啊，你讲过函嘛不？怕亏背函嘛是一个双开中央扶手。哦，里面还有一个可以放饮料的地方。顶级牛皮方向盘呢、欸、，E-Power 版多了加。加热通风雨弄一下，后方有换挡拨片，它是有分版本，1.5T 有分几个版本？三个版本，1.5T 就三个版本，12.3寸数位仪表板，全液晶的哦，所以它的液晶仪表板跟中央都是12.3寸一样大，引擎的启动钮坐在中控台下方，旁边有两个 Type C， 除了经典版外都有无线充电座哦，除了最便宜的都有充电座了，我看它中控台也是有缝这个，应该是假的线啊、哦，有气氛灯呢，顶级才有吧？哦，你看顶你的气氛灯，你确定你正在拍气氛灯？我叫你去，你拍出这样的东西，这样可以吗？干得好，干得好，就是要这样好不好？但是我跟你讲，你角度放太低，这样上来就看到黑丝了。你洗嘞，下次改进。对啊，小姐说要拍手，拍那个门板。哇，有待进步，有待加强，有待加强。好啊，前面就是木饰纹啊，这个是假的线，软质塑胶。跟后座有冷气窗，有跟一个 Type C、Type A 各一啊，这个塑胶是。廉价感就是，哎，不是，下次前后滑移的距离很多，你看哪一天进化可以叫个女生来帮你看，没有人想看你的脚，下次可不可以进化一点？对啊，不要那么害羞嘛。哦，蛮长的，可能搞不好跟 CRV 差不多，不准哦，看他走不准，他走不来。来，经典版104.9，领航版115.9，旗舰版122.9。这名字干嘛都用来用去啊？那领航版我记得是 BMW 在用，我真的觉得车子的等级我不懂，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要用差不多的？其实我看不太出来领航版跟旗舰版。对，就是、有的时候领航版是最高的，这也是一个都市传说嘛，就跟那个饮料店一样嘛，一杯中杯的，那么中杯就大杯，没有我要中杯的，没有我们中杯就是大杯，好，那我要大杯，哦，没有我们大杯是特大，没有小杯我们中杯，啊，可是我要小杯的，我们小杯就中杯，为什么那个名字没有？没有办法取到让人家很直觉，对不对？比如说乞丐版、平民版、贵族版，我问你，你这样分得出哪个最贵了吗？哪个最便宜？你这样分得出来了吧？丐版嘛，对啊，乞丐版啊，平民版啊，还有贵族版啊，好，上流社会版啊。那我现在再出，我问你，平民版跟平民版 Plus 哪一个？平民版 Plus， 对嘛？不是很直觉吗？对啊，那取名字大家在那边抄来抄去，他用过了，我再拿来用，这样很奇怪。干脆就用一个比较直觉式的那种取名字就好了啊。
它的灯，这个三个灯的那个线条形状完全没有呼应，你看不出里面的协调性在哪里，共通性在哪里，呼应感在哪里，而且旁边还硬要弄一个像泰康一样的眼线。哎、欸，对，有没有？你在那做啥啊？你讲你好，阿哥那个 V 哦，加油好吗？磨协调。相较车头屁股变超速，屁股看起来你看不出是 Linger 还是 S Trail， 把那个字拿掉 ，Mark 拿掉，你想说纳智捷是要出新车还是怎样？真的、啊，你在中间贴一个 Lasers 还是 Laser 卷，我跟你讲都不违和，都可以。你开车当中说，然后现在 Lasers 变这样、哦，有没有？这屁股就是都没有呼应啊，这设计师倒也像加出来。好，加10万可以不要铁杆，对不对？又可以便宜10万，又可以晒衣服，笨蛋才加10万，对不对？敬邀顾客及早致您上全国经销中心试车，找下一名专员。好，谢谢大家，皮克斯。从外观、内装、动力、平台全部都进行更改，这真的是大改款，真的是蛮大改，就改了很多啦。现在这个时机开出去还蛮屌的，可是过一阵子车多了，可能就看习惯就还好。好啦，如果喜欢我们新车这种短短的分享影片，记得多多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，告诉你的朋友们，好不好？我们再继续努力，下次见，拜拜。